四年三冠，王朝再现，恭喜勇士喜提总冠军。与其说金州勇士队是个篮球队，不如说是个幼儿园。幼儿园班长库里时不时的卖个萌，坐在替补席的麦基偶尔出来抢镜争老大，一群欢乐的逗比成就了勇士队快乐的篮球氛围。今天的主角是球队大脑格林和小弟贝尔。比赛已经结束，贝尔拿下篮板后鸡贼的运球库了半场，然后双手紧紧抱着皮球，是我的了，这球是我的了。这个时候格林巧不溜的跑了过来，摊着双手对着贝尔说道，来给我摸摸，我也沾沾喜气。贝尔不舍得撒手，不过不容贝尔思考，格林蛮横的抢了过来，走你，我的了，哈哈，打不过我吧，我就是这么强大。贝尔眼看着心爱的总决赛纪念球被格林抢走，无辜的转圈一直跳，来人呐，有人欺负我。库里嘿嘿一笑，好一个抢断，晚饭给你加鸡腿。